Hello. 我新学了一个打招呼 ，Moi。这是，哎，哪里？芬兰语。Moi。然后拜拜就是 Moi Moi。没有太大的屁用。芬兰语，我只学会了这个，其他都太难念了。Moi。没错，嘿也可以，但听起来就很嘿，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。Moi，我忘记，哎，什么 glassy 呀？哎，是这样讲吗？不知道，忘记了，算了。我最近一直在看电影，看各种电影，然后我发现我很喜欢看那种，就是女主角到一个地方旅游，然后恋爱的那种电影，很好看。但我有点忘记我具体看了什么电影，因为我都是他跳出来什么，然后就看什么。就大概看一下的那个电影简介，这样。Glacia 吗？是 Glacia 吗？还是 Glacia？ 不知道怎么念，好像是哦。去乌梅那不叫旅游好吗？那叫上班。那个是，那个算是什么呢？到此一游。那个不是旅游，那个是到此一游。不一样，不一样。听音乐，谢孝贤带你去流浪。然后反正我就看了一个，哎，我有分享吧，一个叫做那个嘛，托斯卡尼艳阳下，然后那个女主角她不是就在当地买了一个房子吗？然后我就一直在思考，在那边买房子是一件这么容易的事吗？只要有钱。然后我就去看了大概的房价，然后就查查查查，有人可以为我解答为什么？哎，叫什么？我已经查到我的脑子要当机，那个叫什么？为什么？哦，为什么佛罗里达的房子那么便宜？超级便宜？还是有可能我看的网站是骗人的吗？为什么佛罗里达的房子可以这么便宜？有人知道吗？嘴嘴，你不要再吃你的屎了！嘴嘴，过来，不要吃那个。Hello， 不要吃屎啦！他吃屎，他的屎。佛罗里达半年，他，你去找佛罗里达买房。然后就会有一个网站跳出来佛罗里达的房子，然后你就选排序从低到高，你就发现低的有多低。哎，它是漂亮的房子，但是是低的，为什么？它是只给了一个房间吗？可是谁会买一个房子只有一个房间？它写是写三房啊，但是它才，我看到的是6万台币耶，换算成台币的话是6万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凶宅吗？
嘴嘴，不要乱咬东西，过来。我跟你们说，过了一个礼拜，我还是没有整理我的房间。每天都睡得很好，特别早睡。我现在根本就是上班，不是，早上起床，洗脸刷牙，上班，下班，吃晚餐，然后回房间滑手机，可能顶多一个小时或30分钟，我就会睡着了，然后就隔天继续。草莓酱，害我笑场的草莓，草莓酱有一种，他每次都用一种，的那个表情，然后我就。在最后一刻，因为我一定得要看着草莓啊，草莓就在我的眼前，我没有别的地方可以看，然后我就笑了呀，真的很困难欸。为什么这次的头发可以这么的打结？很好笑，不是草莓酱的脸很好笑，是他的表情，就是，你确定你要看着我的那种表情？好笑，专都很奇怪，我觉得嘴嘴太瘦了，可是我不知道他什么都不知道那是吃的，他不是一只贪吃的鸟，他只吃他吃过的东西。绳索居然没笑，对啊，没有。我说我会笑是之前的事，好不好？通常现在都是忍得住的吧，应该啦。但就是有个例外，偶尔会有一些例外的。是一个专业的 dancer 好吗？不是 dancer。专业的 idol， 消失在有啊，我有看到。他说：“你是被挡住了吗？”然后后来一看，哦，你在旁边。为什么要去旁边 ？Why？你为什么要这样看我？这样，就是每次都会脖子往前，这样看我，不知道为什么要换位置？哎，是博翰，嗨，博翰，我快笑死。那时候，那个好喜欢你的时候，刚好在最后快要 ending 前的那个副歌。然后博翰就刚好在我前面，我就对着博翰，然后结果博翰就拿出肋脊的扇子，就这样，很好笑哎，不要慌张。但是因为我们知道的是，通常对着一个粉丝就不会随便换嘛，就是一个。一个心有灵犀，我不知道，然后反正就很好笑，就不要慌张，没关系，不管你是不是推我，没关系，是这个意思吧？所以我们其实都会说，我们很喜欢遇到慌张的粉丝，慌张的你们每次都会穿就是。
就是这样。但是又一定我们会对看，所以就会本人不在的公园。对啊，为什么？Why？ 然后重点是你全场还是举着扇子。下次要慌张吗？没有啊，就是刚好对到不是推自己的粉丝，他们就会这样。干嘛？今天很适合这个。这是我新买的衣服，我帮我表弟也买了一件，我们就可以穿姐弟装。我最近很喜欢帮他买东西，不是很喜欢帮他买东西，他呢，反正他就是很喜欢篮球，然后我就不理解，他上次想要买一个小卡片，我真的不理解买了干嘛。买那个小卡片干嘛？然后我就问他，那张卡片有要400多块的，还有更贵的。我说买这个干嘛？这个又不是什么那种可以打机器那种。他说就是收藏啊，就是爽，完全不理解。然后我就说你可以买别的，就是比较有用一点点的东西。然后他之前一直在看手环。他很精打细算耶，他把一切的流程都安排的明明白白的，然后就说问我可不可以帮他买这样，很好笑。然后他每次会说这样怎么好意思，然后我就会回他那就不要买了，说哦不不不还是要买还是要买，少在那边。哎，草莓刚刚没听到，什么时候要帮表哥买？哈，啊，哈，被发现在笑你，你在笑我吗？我也在笑你，不是，是笑我？为什么要笑我？然后哦对了，因为我最后笑场，然后你就笑我，我有看到，就真的很奇怪。我就说因为你都这样，就是你在看我吗的那种脸，然后我就在最后一刻我想说要结束了就登岸了，结果他登岸慢了一秒我就笑了，太快变脸了。你笑死，我也笑死，因为你在你旁边的旁边坐的是我们的，他也笑死。你太大声，我在讲话，宝宝。我刚刚说什么？我说你旁边的旁边是我们的工作人员，然后你可以不要在我的脚上，我很痒，走开啦！哎，走开啦！然后我们工作人员在后台就说我刚才看到你在对一个粉丝笑，我说对，因为我们两个都笑场。所以因为他很慌张的举着类级的牌子。然后我就笑了，但是还好那个好喜欢你班就是可以笑的，本来就可以笑，只是绳索就是在最后一个，诶，绳索不是，是星期二星期三，然后就在最后一秒，谁叫他的尾奏那么长，他的尾奏要嘟嘟嘟嘟嘟嘟嘟，要最后一个噔噔才可以看旁边的。然后你知道我们克服笑场的方法就是不要跟对方对看，除了会看你们之外，我们成员之间也是会，就是你就会看到明明就在一起跳绳索，就是跟你对面的那个人眼神是这样，
是这样子的，是这样，是这样，就是是，比如说，通常都会，我跳舞喜欢跟人家对到眼，就是看着眼睛，所以我真的很容易笑场嘛。但是你就会发现，有些成员就是这样，眼神是故意岔开的，就真的很好笑。我觉得那种表情更好笑。就是你为什么在跟我跳舞，但是你不看我，因为我们两个都会笑场。但有我发现是看要看人呢、欸，像我对上嗡嗡，对上林依云，对上郭馨予，我就特别想笑，其他人就还好，所以其他人我就不会刻意回避那个视线。但是呢，他们几个的话，你就会发现就是我们会不小心在最后一刻对到，然后就说不行不行，要忍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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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就是这个脸，毫无灵魂，真的，就是所有人就是这样。这样，都是这样子跳。对上玲玲，还好我没有要对上玲玲，真的很好笑。我这次礼拜六那一场，我们因为那天不是去投票嘛，然后我就比较晚到嘛，我一去的时候。他们就突然大叫张雨霖救命，我想说干嘛，然后因为那天就是少了我之前跳的位置，就是最早以前我的手牵手的位置，然后呢他们就说要叫我跳那个位置，他们说好，就虽然我也不是说忘记了，但是也太突然了吧这样，然后就是连猫头猪老师都下来跟我们一起走位，你就知道我们多缺人，所以下次各位来带位吧大家。然后反正他们就说要我跳之前的那个位置，嗯，就还好，嗯，还记得，不然就是实在台上这样快被嗡嗡笑死了。去做业务，拜拜。然后嘞，哦，然后我礼拜六跳了 Glory Days， 我都忘记这件事了。你知道我什么时候知道要跳 Glory Days 吗？前一天晚上我已经进入梦乡，突然我手机震动，我们经纪人姐姐打电话来，哪只米？不是，她叫我哪只米，她叫我什么？她叫我什么？她叫我小妞，小妞，所以你明天可以吧？我说可以什么？他传讯息跟我说明天要跳 Glory Days， 而且是我没跳过的位置，我之前带的是中间嘛 center 的位置，然后这次要带的是三号位，然后我想说啊，可以什么，说你明天可以跳，我说哦 Glory Days 吗？哦可以，然后我就睡着了，然后我就继续睡了，然后我就隔天早上才起来，然后不是要去投票吗？我在那个中午，哎，去路上的时候就在那边看，也是一个很临时抱佛脚，而且其实那个走位完全不一样。但是我觉得还好的是，你知道我们的姐姐已经有预料到会有这一天，所以呢，我一开始重新录音的时候，我就已经先把三个位置都录好了。然后就是他们就是觉得哦，总有一天会突然哎，张雨霖好，就是你了这样。对，所以就是有点类似像上次那个与钢琴家也是，对，这次就是 Glory Days， 还好我没有忘记动作，但我也是没有想到我会再跳一次啦，意识清楚的回应应该不是。但我就是接了嘛，我就是说好了嘛，不然他们也没有人嘛，啊，就是不可能空着嘛，也没有别人可以接，那就跳啊。只是就是要多换一次衣服，有点麻烦。唯二的 Glory Days 都看过。但还好这次不是 Center， 因为 Center 的那个毛真的是没有脖子，虽然这次也没有了，但是那个毛就是有点更死亡一点。
而且钢琴家我还一直差点要跳成我上一次学的那个 part。我一直第二句的时候，我差一点要上去唱歌，然后我又退回来了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，你可以不要压到我的刘海吗？亲爱的小鸟，亲爱的小鸟，不同名，因为没有，因为那个唱的 part 不一样嘛。然后我们这次。与钢琴家前面没有先彩排，所以我的记忆还在上一个记忆，因为我中间根本就还没有再跳一次我自己原本的位置，然后就会停留在上一个记忆。我就有时候脑袋突然放空，然后就会很顺的想去接啊，不是我唱，然后就退回来了，也差点跳错边，但还好就是哦是这边哦 ，OK， 还好后面跳得很顺。亲爱的小鸟，反正这次就是有很多意外的插曲，十分的突然。对，拜拜。你要讲话你就讲清楚，我听不懂你在讲什么。为什么人家都可以帮鹦鹉配音，我配不出来，因为我根本就听不懂。我连人跟我讲话我都可能听不懂他在讲什么，甚至是鹦鹉。对，再说你距离较远看不清楚有趣画面，不用看清楚，那个是跳错，那个是差点跳错，是不用看得太清楚这样子。我们昨天我打工的地方吃尾牙，就是一个很开心，不像是好言的尾牙那种很壮观，因为我们人真的很多嘛。但就现在也跟那个打工的地方变熟了，所以就小小聊聊天。但我们这桌比较属于认真干饭型，所以大家就是在吃，一直吃，然后就等，然后就吃，然后就等。但我才突然想到，我很久没吃鱼了，就是那种红烧鱼。哎，它好像也不是红烧，它是什么？你在干嘛？对着我打喷嚏，然后就打到我的嘴巴上，然后我就舔了一下，他的鼻涕是苦苦的，是吗？是苦苦的吗？咸咸的，不太好，我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，但是我第一次吃到鹦鹉的鼻涕，听起来好恶心。我们公司不可能请 TP 去跳舞啦，我们现在公司只有老板知道。只有老板跟我的一个两个主管知道我是干嘛的，其他都不知道。为什么要舔？因为他也会在我的嘴巴上干掉，反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舔。请你去杂耍，没有，我们没有表演，我们就是吃饭，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吃饭。然后嘴嘴也有去，然后他就在旁边，他就坐在那个娃娃座椅上，对，我就把他的包包放在娃娃座椅上面，他就坐在旁边。禽流感，会吧？对啊，很可爱哦，娃娃座椅。然后他吃一吃还掉在地板上，就是不知道他在干嘛，他一直在啃那个包包。然后这样啃，然后他就掉下去。娃娃座椅那个太高了啦，那个已经太高了，我不需要坐娃娃座椅。开什么玩笑？
切见骨的玫瑰。我做的会坏掉？不会，不会。表弟下爽底台，谁是表弟？新来的球员。谢孝贤的玫瑰。尾椎，这边有表弟，不需要表弟，没有，这个表弟没有那么厉害，来的表弟比较厉害。今天去日本，对呀、啊。我最近看到一个很好玩的游戏，我给你们看，它是 Netflix 的，就是 Netflix 可以玩游戏嘛，然后它就是一个拼凑剧情，但是我卡关了，它呢就是这样子的。然后你可以放，他会给你一个最终的任务指示，这一关是泰尼得到一个吻，然后呢他底下就有场景跟人物，泰尼就是这个老头子，然后但是我卡关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样才能拼凑泰尼得到一个吻，因为所有人都不爱泰尼，连魔镜也不喜欢他，我甚至不知道魔镜出来干嘛。有人可以告诉我这关要怎么过吗？对，要拼成一个故事。我玩一个我会的一关给你们。比如说，它前面是。这个没有穿衣服，这个不行。他的故事是从两个类似原始人的东西，然后开始的一个爱情，所以他们前面没有穿衣服。哎呀，我不知道要用哪一个啦。好，比如说这一关是这样子的。看得到字吗？女巫成为魔镜眼中最美的人，然后你就要拼故事。就第一个是魔镜看到女巫，然后她说白雪公主比较漂亮，然后皇后就哦不是女巫啦，是皇后，然后皇后就去煮汤，煮那个不好的汤。这是反的，再次，等一下哦，怎么用去了？关闭镜像，关闭镜像，这样吗？这样子吗？皇后是女巫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哦，她不是皇后，她写她是女巫。你哎，怎么样看？我不会用了，这样子，她写她是女巫，然后反正就是。你要拼凑出来一个故事，然后最后这个故事就是他去煮药嘛，然后就把白雪公主变成青蛙，然后他再自己喝药，他就变漂亮，然后魔镜就觉得他是最好看的，这样子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呢，我就是卡关了在这个地方，在泰尼得到一个吻。我自己看我自己这样子比较顺，对，所以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泰尼也不能跟泰尼亲亲啊，泰尼也不跟王子亲亲，
泰妮也不是，是王子也不跟泰妮亲亲，白雪公主也不跟泰妮亲亲，然后泰妮不跟女巫亲亲，还挑。然后，假设森林，白雪公主跟王子，然后魔镜，然后白雪公主，不是白雪公主，然后王子，不是王子，然后泰妮，女巫，就真的很烦，我就是过不了这一关。我要去查攻略了。泰妮得到一个吻，应该会有吧？泰妮，可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叫泰妮耶。得到一个吻，有哎、欸，哇！哎、欸，泰妮得到一个吻。有一次破关全记录哎，哇！我不要看到一次破关，我只要看到泰妮得到一个吻就好，我只是不会那个而已。到故事的事，没死了的事，我们很常看图说故事嘛，对不对？哎，可以的，请。哦，我不想要听你解说哎，我要，因为我这关玩过，然后呢？哎，这个人好酷哦。他还要直播379个小时哎，因为人家抖内他就加一分钟。不要。哇。雷诺拉喝下毒药。我不要雷诺拉。要来了，要来了，要来了吗？哎呀。我不想知道。哎，这里还没玩过，等一下不要告诉我，不要告诉我，为什么？哦，不是这个。哎，我这里也还没玩过。哎，不是这个。我是看到我还没玩到的地方，两倍的优惠。为什么他这里不动啊？会，一血倍。哈？我等一下，我的章节跟他长得不一样，为什么 ？Why？ 对啊，我的第五章跟他的第五章长得不一样，是吗？所有人都是对呀、啊、喂抖内时间也没有，没有这个事情。我他的抖内是不用任何的，不管任何礼物都加五分钟，我要只有火箭或是帝王阵才加一个小时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，我要解除诅咒，巫婆就在森林里捞一个吻和一个诅咒，这里吧，他知道青蛙是王子，所以他就亲吻了。哦，我知道了耶！我看了第二个，我知道了。女巫跟王子在森林，然后女巫喜欢王子，但王子不喜欢女巫，所以女巫就生气。一样是在森林，然后女巫就屁啦！为什么我跟他们不一样？
不是女巫在山林，是在船上。女巫想要亲王子，但是王子不同意，所以女巫就把王子变成青蛙。然后泰尼喜欢青蛙，屁啦。然后泰尼是女的，泰尼怎么看都是一个老头子、啊。然后嘞，屁啦，然后我要用猜的，然后王子就告诉亲爱的小鸟，我在玩游戏。然后王子就告诉泰尼他是王子，所以泰尼就喜欢他，然后泰尼就跟他亲亲，好恶哦。他不是啊？这个人，他不是男的吗？没关系，我们支持同性恋。我不理解。然后呢，他还会有一些就是那种附加人物，比如说像这里忘恩负义的少女。把王子全部都改成公主。不是哦。不是哦。那怎么样？忘恩负义。他要怎么样忘恩负义？女巫去找魔镜。魔镜告诉他，白雪公主才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人。然后呢，女巫就去把白雪公主变成青蛙。然后森林里面，泰尼遇见白雪公主，白雪公主就跟他说她是青蛙，所以泰尼根本就喜欢青蛙。Why？算了，反正就是对。然后呢？就变成泰尼跟白雪公主在船上亲亲，我真的不理解这个剧情。然后森林里，公主跟王子相遇了，然后公主跟王子就亲亲了。怎么没有忘恩负义？我想一下 ，Why？为什么没有忘恩负义？为什么没有忘恩负义 ？Why？ 要怎么样才能忘恩负义？这个游戏真的很难，我真的是不理解。你们就看我玩游戏。对啊，那他这里都是顺的，然后他把他亲了变成女生之后，他再跟王子在一起，不就是忘恩负义吗？他要再遇到一次他，不是。我不会玩这个游戏，我要看攻略了。再来是魔镜，女巫问世界上最漂亮的是谁，那当然就是白雪公主啦。这时候女巫就把白雪公主变成青蛙
对，我知道了。他就以为青蛙是白的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是这个剧情？王子就亲错了。哦、oh.。王子就救了他。哦。哦，他先解了王子，救了泰妮。他的故事是女巫问魔镜，白雪公主才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人，所以女巫就把白雪公主变成青蛙。然后女巫在船上要跟泰妮亲亲，但泰妮不要，所以女巫也把泰妮变成青蛙。然后白雪公主青蛙，白雪青蛙就去找王子说她是公主，结果在船上的时候，王子以为青蛙是白雪公主，但她其实是泰妮青蛙。啊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懂，反正我是看懂了。有人理解吗？我不太理解。泰妮跟女巫森林，女巫泰妮两只青蛙，然后白雪公主去跟他说，然后王子亲了青蛙。嗯，简单的故事就是这样。欢迎截图慢慢研究，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，很深奥吧？所以不要谈恋爱，才不是这样子。如果有一只青蛙跟你们说她是公主，你们亲亲她就会变回公主，然后跟你结婚，你们会亲她吗？谁要亲青蛙？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是公主？然后接下来是忘恩负义的少女，我刚刚解不出来的。但是呢，我还是不知道怎么解。继续看。女巫还是喜欢白雪公主。对。所以她一样在森林里把白雪公主变成了青蛙。对。对，哦，他们最后忘记亲亲了啦。泰妮就去白雪公主去跟泰妮说她是青蛙，然后他们就亲亲了。然后，但是白雪公主变回人之后，她又不跟泰妮亲亲了，所以她就忘恩负义了。哎呦，口软今天，来，什么意思？什么东西？王子跟青蛙，不是有青蛙公主吗？不是，其实是青蛙王子吗？我没有看过青蛙公主的，哎，好像有看过，但是我没有很记得。王子变青蛙，有一个迪士尼公主是青蛙啊，不是青蛙。我不知道。耶、yeah! ，好了，下一章，庄园第一节谋杀，管家大开杀戒。舞厅，公爵跟公爵夫人。舞厅，哦，枪，管家发现了，然后就把他杀了。嗯，等一下，管家发现了，管家发现了，然后就去把他杀了。好，不是这么一回事。
管家发现了，管家杀了，然后管家又杀了，什么鬼故事？The公主与青哦，所以她不是青蛙公主，她是青蛙王子，也是吗？不知道，随便。好的，下一篇。武器，四格。公爵如释重负，是怎么样呢？枪，公爵，哦，公爵喜欢枪，哦，但是管家要拿它。然后枪不见了，哦，等一下，等一下哦，拿走了，不见了，放回来了，如释重负，能看懂吗？他拿了，然后觉得枪不见了很可怕，然后他又把它放回去了，所以他就如释重负。什么鬼？不是特别理解。凶手被捕，枪，管家拿了他，然后把然后把他杀了，然后他来找。他不是鬼哦，然后枪，然后他来找，然后懊悔，哎，不说，哎，不说，凶手被捕啊，那侦探呢？侦探不能被杀。哦，哎，好难哦！嘴嘴变大，管家把公爵杀了。对啊，应该是这样才对。所以管家把公爵杀了之后，他很懊悔。然后他把他抓起来。大便，这里有个大便，离开，走开吗，小鸟？对，就这样子。下一个，你们这样看得到我玩吗？有人被捕了。枪，一定是管家被捕，所以舞厅他把他杀掉，然后舞厅他被抓到，哎，不行啊，为什么？不行呢，那就是这里他去找，然后这里这里他放回去，然后这里他找，哈，然后他就补啊，好会玩哦，你看通过。接下来是无辜的人，所以只要找到一个啊，等一下，他为什么不能杀他？他也摸过枪的话，啊，不
不行嘞、欸，无辜者 ，why？ 大哥，他拿了枪，他杀掉公爵，他放回去，但他以为是他，不是他。他杀掉他，他放回去，然后公爵看到。然后管家找，哎，不是管家啦，侦探找。哦，哦，哦，是这样子的，好好玩哦。只要不要卡关都好。你们有看懂吗？他拿了枪，杀掉他，杀掉公爵夫人。然后他把枪放回去，然后公爵本来就很喜欢枪，所以他就碰了，然后侦探就以为上面有他的指纹，然后他就把他捕了，这就是抓错人，烂侦探，还要骂他，耶！不是挂了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他可以换一个剧情，然后去把它变成对的。因为公爵夫人不喜欢枪，所以他不可能碰，所以一定是公爵拿的。好好玩，有 Netflix 的可以去下载，这个很好玩。虽然我不是很理解他的故事，但是我觉得还不错。继续，你们这样看我吧。这样你们看的是真的吗？这样是真的吗？这样才是真的，是吗？这样，小兰呢 ？Hello， 现在真的好，我们来玩这个，远一点。我很不会镜像的，要怎么调？这样子，好。死了四个人，哪里有四个人？什么啊？悬崖骑士，男爵，哦，复活，悬崖骑士，男爵，哦，复活。陈崖，啥鬼？不是这样子。哎，咦，好可怕哦！复活，陈崖，鬼，骑士，哎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鬼在复活，哪一个、啊？这个在复活，然后这个就可以再推他一次。这什么烂剧情啊？这是什么？什么跟什么？他们在干嘛？这是什么？谁可以告诉我？王后得救了。好的，男爵绑架王后，骑士去救王后，还结婚了，复仇，怎么个复仇法啊？然后他把他关起来，什么跟什么，什么跟什么，这又是什么跟什么？这一节在讲什么？
如果他的故事可以做得更合理的话，我应该会更喜欢这个游戏。所有人都坐上了王位，这又是什么？好，王座，他坐了，他把他推下去了，然后他坐了，然后他把他推下去了，他把他推下去了。哎 ，why？ 等一下哦，啊、哦，所以不能这样子，重来。王座，他坐上去了。哎，他不是坐上去。哎，他怎么坐上去？那就不能是他把他杀掉。那他也不能把他杀掉。哎，那他也不能。哎，为什么？哦哦哦，我知道了啦，他啦，然后他就只剩他，哦，我忘记让他坐上王座了，哎，什么鬼，什么鬼，这个很邪恶哎，这个故事，说故事游戏，对啊，小兰好久不见，打个招呼。Hello， 小兰有看过嘴嘴吗？嘴嘴来了 ，Hello，Hello， 你要说 Hello，Moi， 说 Moi，Hello， 你没有看过这样子的嘴嘴，嘴嘴伸懒腰。哇，好可爱呀、哦！哇，哇！好了，你可以去了。不是这里，我们在玩说故事游戏。继续。位者受到宽恕，狗吗？狗，篡位者，狗 ？What？ 什么东西？然后他被绑架，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呀、啊？然后他篡位，什么东西呀、啊？然后他再把他放了，然后他再回来，哦，然后他，然后，哦，然后他再把他绑了，然后他再坐回来，哎，他没有宽恕他，哎，他怎么宽恕他？他怎么样才会宽恕他呀？他把他抓了，到这里是对的。他再把他放了。啊，哎。我又卡关了，怎么办？我又卡关了耶。哎，我讲话的时候，脸颊肉会动，这是我的脸颊肉。芭比小新，芭比小新，怎么办？我要卡关了啦！我要调回来，我不喜欢这样子看。怎么办？他的游戏，他的剧情不好，但是游戏本身还蛮好玩的，对吧？谢谢 Sparky 的告白气球，有人要帮我解开这款吗？玩这个游戏，你需要有足够大的脑洞。
don't know.解开有奖品吗？没有啊，有什么奖品？训练脑力吗？他在教你怎么串位耶。没有了，我就是不太理解这个故事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好，我不知道。我解开了 ，Oh my God！ 他先把女巫王关起来。好，王后，然后篡位者是一只狗，是狗，那个狗就是当了王，王狗，狗王，然后他要把女巫，不是女巫，女王放，王后放了，然后王后把他关了，然后王后变回王后，然后他就把狗放了。What? What? 王狗王后澄清，所以应该是伪装男爵，然后男爵把王后绑了，然后伪装把他卸了，然后他又去救他，然后他就以为他救了他。为什么可以这么快解开这一关？这是一个阴谋，天大的阴谋。他就是一个坏蛋。OK。啊？然后呢？犯罪现场怎么又没有王后了？哦，他目睹犯罪现场，所以一定又是他，又是拿他。然后他目睹，他怎么目睹？他目睹。他目睹，不是舞厅吗？我拿成目睹了，侦探目睹，侦探目睹，舞厅上，他有画他的眼睛哎，你看，这个是侦探的眼睛哎，他目睹，他把他杀掉，侦探逮捕犯人，逮捕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 ？OK， 管家被解雇，管家被解雇。管家被解雇，
那他先拿了枪，然后公爵目睹了管家要杀人，所以哦，然后枪他要把它放回去了，他就把它解雇了。又是什么？真的是，怎么这么会解这种怪游戏 ？OK， 继续。配偶大仇得报，熟。管家拿了枪，舞厅，不对，目睹，他要杀谁？他想杀谁？那应该是他目睹，不是他目睹，是他目睹，他就把他杀掉了，然后他放回去了，然后他拿走了，然后他杀掉了。哎呦！玩这一章就好了，很好玩的，但又很白痴的故事。公爵夫人抓住了凶手，枪管家就是个坏人，所以公爵夫人抓他的话，就是他目睹了他舞厅，不是这个。他把他杀掉，然后他就告诉他，然后他就，哎，等一下，然后他就把枪先放回去，哎，什么意思？他要怎么抓他？抓住了凶手，他也不会拿枪啊，好难，教我。他拿了枪，哎，他拿了枪之后。是管家看的，不是管家看的，所以是公爵夫人看的。公爵夫人看到之后，他就先告诉侦探，然后侦探可以把他抓啊、哦。但公爵不在家，什么叫公爵不在家？啊、哦，没有公爵。然后他就告诉他，他不要把枪放回去，他要这样子，他才会发现他，然后他告诉他他有枪，然后。他去枪上面，然后很难哦，怎么知道自己拼对？他会这边会解锁啊，他这边会亮，
要先拿枪，但是公爵不在家。然后他放回去，然后侦探看到枪，哎，不是，那还是要，哎，那拉摩目睹，这边还是看了。然后他就，哎，不是，解不开，解不开了，又解不开了。所以他先告诉他，公爵夫人告诉侦探。然后他去看，真的很难，我又解不开了。我要看解答了，我可以看解答吗？我要看解答了，怎么办？可以把枪藏起来，所以他把枪放回去。我又要看，给你一个吻，他的指纹，我的公爵帮就后把狗结婚了，圣诞来补上，怕他的枪，不看，就把管家杀了，杀了他的老公，管家又把枪放了回去，侦探跟他讲说是管家杀的。所以管家就被侦探给逮捕了。报案还有一个，但公爵不在家。哦，他没有放回去，那应该是看到了。他跟他讲之后，公爵夫人遇到管家被杀了。欸，然后他就只能逮捕他了。啊啊哦，那么简单。就只是哎，为什么？哦哦，是他看，解开了，就很无语，因为他要杀的人不在。我真的是双 Q 哎，这个剧情，但其实蛮好玩的，你们可以玩玩看。这是我最近爱玩的游戏。你不要再吃大便了，这只鸟，吐掉啦！在哪里？你吃掉了，这是北七哦。训练脑力，脑洞大开。你看他这里都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毛，他好像在换毛期，然后就少了一圈的毛，真的是好环保，真的是不要闹哎。北市林森北路道路坍塌，惊现60公分天坑，60公分很多吗？蛮多的呢，蛮多的哎，60公分，我跳出来的新闻。北区林森北路，北市啦。啊哦，
没有照片。出现天坑。这样子的天坑呢，太大一个洞了吧，这很可怕耶，像骑车骑一骑就掉进去了。 Oh my god, Oh my god, 哇、wow, OK, 确实很大。对啊，脑筋比较钝的成员，我想给林婷立文，感觉他都解不开，很好笑耶。下次去给成员们玩玩看，好像不错。17分了，我们要睡觉了，该睡觉了。后天生日的钟颖，钟颖生日快乐！钟颖生日快乐！棒棒棒！燕宝，我就看我什么时候会整理好我的房间，应该也不是这个礼拜，因为这个礼拜六日有事情，所以除非我明天就整理，但我是觉得不太有可能，说不定就整理好了，算了，我也不知道。第十名是于婷，谢于婷。第九名是艾萨克，谢谢艾萨克。第八名是戴戴，谢谢戴戴。第七名是剑骨，谢剑骨。第六名是灰灰，谢灰灰。第五名是樱桃猫，谢樱桃猫。第四名是天友，谢天友。第三名是钟颖，谢钟颖生日快乐。第二名是 Sparky, 谢 Sparky。 第一名是孝贤，谢孝贤。好嘿，萌萌，这个是拜拜的意思，萌萌。嘿嘿也可以，妹妹，嘿嘿，拜拜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说拜拜，明明拜拜就全世界都听得懂，但还是可以讲妹妹。再见，拜拜。